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班魔法精灵住在一个遥远的村庄，他们几乎每一日都会有庆典。喂，你找到我？魔法精灵的节日多到不得了，有波波日和新发型节前夕，这两个只是例子。半道完一个又一个的节日，他们不停地继续开 party， 和领袖宝宝皇后一起，什么都可以庆祝一餐。但是在另一边，有个叫巴根镇的地方，有一班情绪低落的巴根族生活着。他们都会有一个可以带来欢乐的节日，这个节日就是大家都有成魔法精灵传统的精灵节。后来宝宝告诉他们，快乐是源自内心的，所以他们废除了精灵节，连唯一的一个节日都没有。于是精灵节前夕的巴根镇就会见到那班巴根众只是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我收到精灵村寄嚟嘅卡啦，好嘢！唔该阿兔，我系阿七，佢系阿兔，系好，知啦，阿七同阿兔。哇，今日睇下，宝宝又寄咗张卡嚟啊！欢乐接有日啊！哦，接唔到咁点算啊？保险系唔包噶喎。我系绝对唔会接唔到宝宝噶，绝对唔会。随便你点讲啦，班魔法精灵有好多节日，据我话佢哋嘅节日太多啦。我就话有咁多嘢可以庆祝都几好啊！喂，碧姬，我哋个作品都唔错啊，我哋寄翻俾佢哋啲卡都好靓噶，系咪？哈，啊，始终如一啊！阿班碧姬佢又寄咗卡嚟，你做乜嘢啊？你咪想呕啊？我拎垃圾桶嚟啊！咩啊？唔系，我练习紧点样微笑。你知道我仲未习惯开心呢样嘢噶。哦，咁啊，我帮你啊，我最叻就系笑。好啦，咁因为唔得，似啦，奇啦咁嘅，你个样令人觉得好烦。呢啲卡究竟系做咩噶？星期一、星期五、星期日朝早嘅中段时间，似乎自从佢哋废除咗精灵节之后，班巴根族根本就冇晒寄托。我真系等佢哋难过。唔得，我知道你想点，你想精心策划一个大计，有好多揽揽、载歌载舞同埋闪闪。你知嘅。好啦，你要瞓一觉谂清楚先，唔好好似以前咁鲁莽啦。好啊，我咩都唔会做。请称呼我天使，神造天使好吗？轻抚香酥，然后先别去 ，baby。天使即将到地堡偷下好吗？神早起身一杯咖啡，搭落影真美。阿妈早晨，宝宝，你成晚都冇瞓，我瞓唔着啦。其实谂到个疯狂大计啦。冇错系啊，巴根族需要一个新嘅节日，每人比我哋更加熟悉节日，俾个佢哋咪得咯。点解我哋要咁做啊？碧姬系我嘅好朋友，佢哋应该要有个日子跳舞、唱歌，有服装，仲有礼物同闪闪啊，好多闪闪啊！宝宝，你肯定呢一个系好主意嚟？绝对系啊，系我应份噶嘛，我要照顾朋友。我哋嘅做法系咁嘅，首先闯入马班嘅防空洞，叫佢加入咩话？我加入咗啦！我哋出发去巴根镇，然后尽量以一种比较戏剧性嘅姿态登场，见阿吉同碧姬，宝宝，然后揽揽。推介我哋嘅节日，佢哋一定会非常惊讶噶。我哋就咁样俾个新节日，碧姬同巴根族。Holiday，Holiday。唉，我要去着翻条裤先啊。